我近日偶感会有贵客降临，所以打算去厨房做几道小菜。那天女姐姐为何带刀来此啊？因为我之前是练杂耍的，想要给阮清妹妹展示展示杂技，助助兴。哦，天女还会杂耍？正好，老夫也多年未看杂耍。记得当年老夫看过包龙星口吞宝剑之计。那天女姐姐表演的应该是口吞菜刀吧？可我们有眼福了。哎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想表演的是空手接白刃，就是从你们那边往我这边扔啊。不过画面过于血腥，我相信二位也不想看这么血腥的画面。这样，改日换一个温馨点的节目再表演给二位看啊。天女既然有此绝技，何不让老夫饱饱眼福啊？是呀，天女姐姐给我们展示一下吧。哎，大可不必。二小姐是千金之躯，确实不便行扔刀之事，此等粗鄙之事就由碧儿代劳吧。碧儿，不得无礼。二小姐，空手接刀是由天女所提出，碧儿只是顺应天女之意罢了，天女不会出尔反尔吧？哎，你这孩子咋这么实诚呢？天女，你可要准备好了。碧儿又扔了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